真的厉害了。当时这个你们录音的时候有发生什么好玩的事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哇，哦，这个好难哦。一首很红吗？哎，不是那么红了。哦，好，不是那么红。哎，是谁的歌？可以是动感的吗？四个字的一个组合。哦啊哦，四个字。哎呦，四个字的一个组合。不是北原山猫哦。哦，很明显了嘛。亮单，一二三。哦。哎。慈悲。大家通情。哎呦。都再来偷看有没有啊？让我们红尘作伴。潇潇洒洒，车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。杯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。轰轰烈烈，把握青春年华。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。车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。杯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。轰轰烈烈，把握青春年华。哎呦，哎，这个。当时这个你们录音的时候有发生什么好玩的事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在做节目可不可以聊个天？太快了，假装一下嘛，这么难聊。接唱题，哎。我能拥有什么？答案早就明了。写板哦，写板。学会哭也能笑。谢谢。好，正确答案是什么？怎能随便穿又换掉？哎，好。做你的外套，拥抱着却不被拥抱。我是谁？你知不知道？怎能随便穿上又换掉？听了一辈子哦，你们现在的歌声里面哦，有温暖。哦，是年纪大了哈，不，声音就是对人呢，他是本来就是会随着这个时间有改变，对，然后生命当中有一些变化，对对，遇到一些事情。我后来都想说，你们两个分别有成家吗？有小孩吗？有小孩，我有小孩，都有，我没有小孩，哦，对我有两个，但我们都结婚了。你的小孩是他帮忙啊？不是吧？不是吧？所以帮忙介绍。被发现，他帮忙呗，越来越混乱。今天恭喜，刚好早晨11点多的时候，对，哎，我们那个 Kid 已经生了一个小野，做老哎，哎，十全十美，小朋友生出来啊，我们就要看四个手指头有没有在。对，六七八，哎，三个一二三四五七八九九十十一，我吓了一跳。你是看错地方？哎，对，他给他面子，他的手放在这里，而且他伸出来就很嚣张啊。然后整在里面的这样大字型，木字型，好不好？木字型太夸张了，说太字型 OK， 木字型太夸张，太字型长那么歪啊。